阳光下闪耀的金黄色神像湄洲妈祖矗立在板桥府中捷运站前的三角公园，约莫有两年的时间左右。对板桥人来说，妈祖信仰是最能够抚慰人心，让心灵得到平安和守护，会心比较平静，嘿，对，然后会比较安定的感觉，就觉得有神明啊在保佑这样子，对。而且这样的板桥地景也很特别嘛。嗯，对对对，有时候看到经过的人都还会稍微拜拜一下这样子，会有安定人心啊。那也会提醒我们，就是说要，就是要修身养性啊，然后要常常就是做功德啊、布施啊这样子。被称为板桥妈的妈祖矗立板桥，守护芸芸众生，源自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所促成。106年，大陆湄洲妈祖出巡台湾，祈福17天，承蒙新北、基隆等宫庙热情相挺，还有过去在板桥慈惠宫长大的特殊情分，特别捐赠妈祖神像庇佑所有人。希望我们妈祖能够保佑这里呢，乡亲父老啊，这个没灾没病，没有啊，希望没有地震，啊，也没有这个台风哦。妈祖在这里，可以庇佑我们。妈祖信仰对板桥人来说极为重要。郭董这一份感恩的礼物，矗立在慈惠宫靠近府中捷运站前的三角公园，以妈祖神威守护板桥的旧城区，让所有经过这一带的市民朋友都能感受到天上圣母恩慈。记者林立吴志恒板桥报道。